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1087页，1087页。倒数第七行，从当中看起啊。故知我法即真实之际，经所演说即开示此真实之际，故云作如是说也。这几句话了很重要。开经偈里面所说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是什么？就是我法如是，作如是说。这就是如来真实义。故知我法就是真实之际，如来清正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一真法界啊，真正的一真法界啊，以独一无二，这就是自信啊，自信清净心，这就是真如本性啊，这个就是真实之际。是真正的我法，法是指一切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是我自信所生所现啊，自信能生能现，一切法所生所现。这个时候佛把一切障碍都放下了，所以他见到了，他知道了啊，如来所证，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呢自己的自信，我们没有办法证得，是因为有障碍，有无明烦恼，有尘沙烦恼，有见思烦恼，这些烦恼每一天还在累积，无量劫累积到今天知道有多少。所以佛在经上说了一句话，如果烦恼要是有形象，像物质一样，它有个东西，净虚空都容纳不下啊，因为它没有体积，它没有形象，所以再多
你们有感觉，那么这么多的东西，要把它化解掉，要把它放下，真实之际就现前了，你就看到了，这叫明心见性。啊，你明心见性这个境界，跟诸佛如来所证的境界完全相同。所以《法华经》上所说的“入佛之见”，啊，你起如来，啊，佛帮助我们是开示。开佛之见，是佛之见啊！佛只能做到这两条。至于你自己觉悟了，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佛帮不上忙啊！佛只能讲到开始，把这桩事情说清楚，告诉你。让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啊！佛不说妄语，那就是真有这回事情啊！我们的心开了，原来是闭塞的，完全不知道，迷在其中。现在有人告诉我这回事情，我们晓得有这个事情。啊，知道有这个事情，还怕你信心不够，愿力不够，对于事发了还有留念，所以佛必须示范，啊，做出来给你看。是指示，更进一步了。啊，做出来，表演出来给你看。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示转。啊，让你真正了解真实之际，哎，它是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快乐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然后晓得哦，这个东西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的时候，所见之性。所证之证啊，那么经所演说，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从入胎啊，斗率天那一节我们不讲啊，从入胎。到79岁入灭，我们中国人讲80年。啊，中国人讲虚岁，释迦牟尼佛80岁圆寂。这80年的示现，就是演呢，表演呢，给我们。说是示现开悟之后讲经教学啊，菩提树下定中讲华严，我们不说
啊，小乘也不说。从陆业云开始教无比丘，释迦牟尼佛教学开始。啊，从这个地方算起，这是说了。一直到79岁，说法49年，啊，讲经300多回也，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半班教学，一共办了300几次，300多次。啊，这个班有大有小，有长有短，啊，长的有好几年，啊，讲一个大单元，一个系列；短的有2、3天的，甚至有1天的，几个小时的，这短的。啊，世尊因人因事因时。因地活活泼泼，没有丝毫拘束，啊，完全看实际状况。啊，哪个地方有缘就到哪里去，居无定所。啊，大家想学什么就教什么，想听什么就讲什么，应机说法。啊，只有这个法门，没有人请，佛也讲。弥陀经就是例子，弥陀经没人去请。啊，佛看大家的缘。成熟了，可以说了，啊，说大家相信，不怀疑，能听得懂，可以依教修行，这个缘成熟了，佛就说，没人请也说，这慈悲到基础，无问自说，啊，这个经是阿难祇经。有人请的，观经维提西夫人祈请的，啊，阿弥陀经没人祈请。啊，那么就是他表演的，他示现的，他所说的全是讲的真实之际。演的真实之际，那表演的也是这个，啊，讲的也是这个。故云作如是说也，这一句话真实化了，不是佛的理想啊，不是佛的愿望啊，不是佛对大家的祈求啊，不是，什么都不是。啊，是众生积感，这个感，有些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想求佛，嗯，佛应了。有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比如说佛说弥陀经，没人去请，没有人敢呢、啊。实际上呢，实际上有感，啊，有感我们不知道，啊，什么感呢？我们过去生中曾经听过这个经，曾经学过这个法门。只是贪恋红尘，舍不得离开而没往生。
啊，这个就是感。这个我们自己忘掉了，不知道了，多生多劫前的事情了。佛知道，佛知道阿赖耶这个种子，金刚种子成熟了。啊，再给你提起来，你能接受，你欢喜接受，你能听得懂，你会发愿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佛知道。啊，所以不问也说。啊，不问也说是敏感显应。啊，问了他说这是显感显应。啊，感应四种啊。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一个老太婆不认识字，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们一般人家奇笨无比。哎，他听说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天念到晚。啊，见到任何人都笑眯眯的，你跟他讲什么话，他回答你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好像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也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功德之所成就，我们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佛知道，所以他这一生会成就，而且成就不可思议啊，不是我们一般人能想象的啊。三辈往生，他们是上辈上辈生十报庄严土啊，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所以说，作如是说这一句话的意思，深广都没有边际。故知经中一一文字啊，每一字每一句皆从如来性海，这个性是自性，是发性，是真如，是本性。啊，心海大光明藏。啊，大光明藏是什么？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般若智慧，叫大光明藏。啊，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是自性本来具足。啊，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他具足什么？具足智慧，就是大光明藏。啊，具备德，这个德就是真实之际。啊，相。是相好光明，我们今天所说的三种现象啊，佛法讲的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今天科学所说的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这是相好啊。啊，这些现象都是从自性生的，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没有缘它不现啊。这佛法里头讲隐现，没有缘它隐藏了，
你看不到。有缘呢，它就现前。啊，你六根能接触得到。啊，迎现无常。完全靠缘，叫缘生缘灭了，有缘就现了，缘没有了又不见了，啊，再有缘呢，它又现了，啊，无论是隐，无论是现，都没有起心动念。这是真人呐、啊！设法界的是假人，那不是真的。啊，相是幻象，性是真性，真性里头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能现。所以那个什么都没有，不能说无。啊，不可以讲空无，它能现，能生万法。那么由此可知，万法确实是自心里头本自具足的。啊，不管什么境界，我们今天遇到社会动乱，地球灾变这么多，全是自心里头本有的。自信要没有，他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出生？这不可能。啊，点点滴滴都具足自信，真的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心就是自信。啊，大乘教佛常说，唯心所现，啊，唯识所变。一切法从心相生，千真万确。你想什么就现什么，无量无边，没有边际啊！就像万花筒一样啊，随你怎么转，你只要转，它就现象啊，现的相真的没有边际啊，全是跟着你的念头走。所以谁做主宰呀？你的念头做主宰，不是别人，与别人不相干。啊，别人会影响你，是你的念头跟着他走，他就会影响你；你不跟他走，他就不能影响你。啊，有定功的人不会跟人影响，跟着别的念头走。没有定功的人，人家念头起来，他马上感应了，传染，传到自己了，自己就跟，不知不觉跟着走。麻烦在此地啊！所以佛一再提倡啊，大小乘经都说，智心一处。那我们今天真的把这一句话搞清楚了。我们就至心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上，就在这里，就定在这里。啊，不被一切境界动摇。我们一个很单纯的目标，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啊，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这个法子好。如果你真正透彻明白了，到极乐世界以后呢，还是至心在这一处，永远不变更。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决定会念到明心见性，而且很快。啊，比禅快，比密快，比哪一个法门都快。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如果你不相信呢，
不相信你到极乐世界再换法门，啊，再学华严、学法华、学一切经论，阿弥陀佛会教你，阿弥陀佛绝对不会勉强你，啊，叫你学一个法门不会的，好老师不会的，好老师把这些原理原则给你讲通了，让你自己去选择。啊，圆满智慧开了，没有不选择阿弥陀佛。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不是白说的啊。确确实实是为那些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信心坚定的人给他们说的，为他们做证明，鼓励他们，啊，让他们信心永远不动摇，这个意思。啊，佛不要明文利养，何必要赞叹呢？这赞叹不是对佛说的，啊。鼓励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刚刚觉悟，刚刚明白，啊，怕的是信心不坚固，又会转变。啊，佛这么一说，哎，这信心定下来了，不再改变了。啊，所以就听话了，会听的，啊，善听。如来善说，我们要善听。啊，这经中字字句句都是如来心海，大光明藏。这个地方讲如来，是讲自性。讲本性啊，并不是指阿弥陀佛、释迦牟尼，是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漏掉的。啊，心海大光明藏当中自然流出。啊，这个自然就是感应，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现象是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相。现象。佛没有起心动念，有起心动念就现不出了。啊，为什么？他已经有了，有了就不能现第二个。像我们现在执着身是有，身生活，就不能变再变一个化身。啊，如果身不生活，就能够现身。啊，谁做到了？小乘三果斯陀含就做到了。他能分身。我们在高僧传看到人名字忘掉了。初学佛的时候，我喜欢看这些故事。神僧传啊，有一位法师，印度人，在中国弘法很多年，啊，二三十年，回过去。实际上，这都是
大人作六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在中国发源出身的啊，大家听说他要回去，都邀请他供斋啊，在家里面供斋啊，他答应，什么人请他都答应。啊，这回国的前一天呢，接收大家供斋。到第二天，送他到十里长亭，叫送行呢，十里路啊，那时候走路啊。啊，设立差不多现在5公里。啊，设立长亭那边送别。啊，这送别的人多啊，大家都欢喜。老和尚瞧得起我，昨天到我家用功。他在说不对呀、啊，在我家怎么会在你家了？这一串之后才晓得，他分500身。到500家去用功，知道这个和尚有分身术啊！啊，能够分身，能够变化，这是三股神足通，6种神通的神足通。啊，所以他旅行能飞行呢、啊，有这种能力啊。啊，从印度到中国，一念之间就到达了，比飞机还快呀、啊！啊，那么他经过新疆、西域这一带，在新疆那边的中国商人，在旅途当中遇到他了，一个人要走路，要走几个月。才能走到啊！哎、啊，他遇到那个日期，就是他那一天离开长安十里长亭的同一天，同一天在新疆看到。啊，他在那个地方，所以回来也对照的时候，啊，他怎么样？同一天离开此地，新疆那边人看到的。这个就是经上说的飞行啊，飞行没有痕迹啊，所以他回到印度，我们相信也是同一天啊，在那个地方看到。经怎么说出来的？我们要知道，所以今天人学经教非常不容易了解经里面的真实意义。为什么他不相信？他说这都是神话。现在研究佛学，把神话部分去掉。
他不知道神话是真话。我们讲是真话，原来是假话。这观念相当不容易转过来。啊，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方老师给我讲佛教经典，这个里头80%神话，不要去理它，20%是高等哲学，我们学这个。啊，要把它分开。到晚年呢，方老师全部接受了，啊，不再说的是神话了。啊，方老师了不起的地方，就他天天读佛经，天天研究，啊，终究开悟了，明白了。啊，心越来越清净，就越来越生智慧。啊，那个真心就能真解，带着怀疑，你里面的情执就洗不干净。啊，所以方老师刚刚起入境界，他就走了。啊，那一年他79岁，他79岁走的，1977年，非常可惜。啊，入境界就走了，这众生没福报，夜夜自重啊。摄于无边妙理，实实在在。啊，与我们想讲含藏着，每一个字里头都含藏着无量无边的妙理。啊，这个说法，现在知识分子很难接受。就是不是他的境界，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境界，也没听说过这个境界。啊，你给他说很陌生，他说这是宗教，这是迷信。啊，这种情形我们知道的很多，因为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境界，也是这个看法。啊，最明显的，我早年学佛，我学他的哲学，学他的智慧、戒律，不但我不学，我对他有很深的成见。啊，我认为没有必要。戒律是什么？是生活规范。佛经上这些戒律，3000年前古印度人的生活规范，时间相差3000年，地方东西不一，不是一个文化，我们为什么要学他的？跟我很有理由啊！啊，理由十足啊！老师听到也无可奈何啊！所以张家大师很厉害啊，他不给我辩论啊，辩论我这些歪理。我坚持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啊，每一次跟他老人家见面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
轻轻告诉我一句，戒律很重要，就一句话，我听了就几十遍了。随他老人家走，我在他火化炉搭了个帐篷，住了3天3夜，认真反省。我跟了3年，他教了我什么？这一反省呢，印象最深的戒律很重要。我就认真想这句话，以前这句话没在意。没重视，想认真来研究这个东西。为什么他这一句话说了几十遍？一定有道理。这个老人非常慈悲，对我们年轻人真爱护。我对他真的感恩。每个星期见一次面。如果这一天有事情我没去，没有预先告诉他，他就让他的副官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生病了，为什么没有来？这种亲情，让你想偷懒都不敢。他关怀你啊，所以每个星期一定要去。真有不得已的事情，跟他副官联系，请副官转告大师，我今天有重要事情不能来，免得他挂念。关怀跟父母一样，超过老师。为什么老说这句话？让我认真想了2个多星期，我想通了。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佛法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个戒律是帮助你出世间法的，不是用在世间法。所以世间法的戒律，在中国讲理，3代不一样，有心有格，世间的法律，用上几年不适用了，要修订修改。佛法不能修改，佛法是出世。超越6道轮回，那就是这个路。你一改了，你出不去了。往生极乐世界就这个条件。你跟这个条件不合，你去不了。这是我自己思维，2个星期揣摩得到的结论，我就很认真去看见了。我知道这是凡圣的标准，不是世间标准。你要超凡入圣，那你必须遵守。你不遵守，你就没办法达到你的目标。所以这样才帮助我。不但相信了。深深相信。所以我感谢老人，我认为老人往生，走了，我说他为我。他要不这样表演，我对戒律不重视，没有办法回头。他这一走，我就没有依靠了。过了1年，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认识李老师。
啊，所以这个夜夜自中啊，摄于无边妙理，这真的。啊，这个话对初学的人说，这一句是神话，他不能理解。夜夜皆是弥陀信修二德所供庄严。啊，信是信德，自心里本有的；修是修德，自心本有。我们现在迷失了。啊，修德是什么呢？把这个迷惑消除掉，这就叫修德。啊，所以修不是修性，性是圆满的，性是永远不变的，你不能修。啊，修修。除他的障碍呀、啊，这个障碍《大小乘经》里头都讲得很清楚，无明烦恼啊，自信本来是光明的，光明就智慧呀、啊，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德能。是你本有的啊！不但智慧德能充满，还有圆满的相好真正是经上所说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是你本有的啊！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三种烦恼把你的自信障碍了，自信里所有的完全脱不出来、啊、修什么呢？就把这个障碍除掉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放下，放下见思烦恼，你就是阿罗汉，阿罗汉的智慧德相就显现啊，放下妄想，那这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放下妄想，你就成佛了。啊，《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佛的身相，啊，佛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都有诸佛如来在那里度化众生。就在这个身相上现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华严经上所说的一皆是多，多皆是一。啊，完全是华严境界。华严境界是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啊，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全部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这部经在定中讲的，定中没有时间，啊，这部经多大的分量？龙树菩萨在龙宫里头见到了，他说有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际，1/4天下微尘品，地球装不下。
地球太小了，太阳系也装不下，是佛在定中二七日所说的。这不可思议，这又变成神话了。连小乘人都不相信。小乘人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是龙树菩萨造的，不是佛说的，都不承认。我这两天抽了一点时间，在看小乘的《法句经》，《法句经》里头人天佛法，里面讲的确实伦理、道德、因果，这是现在一般人都能接受的。真正把它讲清楚，让人们能相信，遵守伦理道德，会得到幸福美满的一生，人生高等的享受。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自私自利，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他统统讲到。我们儒释道这三个根，《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法句经》里头通通去除。问题是要肯学啊！肯学不是讲啊，不是念的，是要能落实，要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才管用啊。人像个人样子，家像个家的样子，过像个过的样子。古云长龙，世界和谐，能做得到啊！信修而得，信德。落实在修德上，修德不利性德。这是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示现在世间，所做的最好的榜样，是一一皆是开始误入。佛智之间，这是《法华经》上所说的。也说明了《华严经》上所讲的：芸人说法，无法
不远。啊，法确实没有藏通别圆，没有消失总等于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因为人的根性不起。啊，藏通别圆是从人这边说的，不是法，法没有。啊，人是藏教的人。啊，就小学程度，他看什么就是他程度。人是圆教的人，看一切，看藏教的也圆，样样都圆。啊，所以才说，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无有法可说，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甚至于《般若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通通放下了，自信圆满现前。啊，不要被法障碍了法性，啊，那就错了。所以，世尊给我们的示现，19岁。离开家庭，放下烦恼障。20、30岁放弃参学，是放下所知障。啊，也就是说，法上饮食。啊，何况非法？他写得干干净净，自信圆满现前，也就是心得、智慧、相好。统统现前啊，所现的是要大家能接受的，超过大家接受的，大家就认为你是天神来的，你不是人，我不敢跟你说，对你敬而远之。所以要示现众生能接受的，能接受众生认为人的相好达到究竟圆满是32相80种好，那佛就实现着。啊，不能给你实现，84000相好，啊，那你受不了，只能实现32相80种好，啊，世间人看到非常欢喜，啊，这真正圆满了，啊，所以信修二德，啊，所供庄严，一一皆是开始悟入佛智之间。此常念不绝，则得道界的慈实，啊，慈悲的开始啊，正是如来称心之六路，世尊行音之所应记。啊，这两句话要常常记住，常念不绝。就是静念相继，不能中断。啊，得到就非常快速，这个快速完全在自己的愿跟决心。我愿意早一天往生，心你真能去得了啊，下定决心我就要去，真能去得了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自古至今例子很多啊，
弥陀经上的话讲的是真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啊，从一到六是数字，七不是数目字，七是圆满。啊，也就是你往生那一天叫七。啊，它不是数字。你哪一天功夫成片了，功夫成片就能往生，那就叫七。啊，一天功夫成片，这一天就是七，就是圆满。啊，一年功夫圆满，这一年叫起。啊，总而言之，你一定可以达到圆满。啊，这一心不乱，凡夫做不到。功夫成片，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啊，净宗的书生就在只要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经验相继，就是我们此地所说的常念不绝，就这么一句话。啊，你一天24小时除了休息之外，心里头都有佛号。啊，口里的佛号可以中断，心里佛号不中断，这就是功夫成片的。成片的，真想走，啊，发愿求佛来接引，佛真来。啊，只要一成片，这个信息障碍没有了，就通了。啊，我们想佛，佛真来，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正在现前，我现在想佛，佛就来了，我想去，不想在这个世界再住了，佛就带你走。啊，你对众生最大的恩惠就是最后表演，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没有生病，瑞相稀有，让别人看了生起信心，这就是化他利他，自己往生是这里，这个形象叫人家看到，啊，给人家做证明。这个法门是真的，这个法门不难，我能做到，你也能做到。啊，我是个普通人，烦恼习气很重，我能往生，你也能往生。啊，所以这两句话，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正是如来称心之流露，真话一点都不假。啊，世尊性因之所应记，啊，这个世尊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印证。啊，念佛快速成佛，是佛说的。啊，皆是大慈悲父如理之说。
大慈悲父是对世尊尊称，在这个世界，特别是在先前社会，信心失掉了，谁真心的对我？谁能真心照顾我？我们对哪个人能信得过？只有阿弥陀佛，只有释迦如来，绝对可靠。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啊，我们的依靠。他在哪里？他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为什么？他的身心是极光啊，长极光啊。我们在他身心之中啊，没离开他了。我们的心情、愿望跟他相同，跟佛同心同愿，同德同心。这志同道合，也能不照顾吗？这是真正可靠、靠得住的，真正可以相信的，绝对不是迷信。我们的靠定了，不再有丝毫怀疑。不再有丝毫动摇。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都可以不带。这一部《无量寿经》，这一句阿弥陀佛。常常出去旅行的人，要带一尊佛像。带这么一本经书够了。世出世间一切人事物，你都能够应付。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加持你。说故应至诚信受，诚信，真诚到极处啊，没有犹豫，没有怀疑，于一切时一切处常念阿弥陀佛，这真正是弥陀弟子本品受名如来无上之法了，非可异喻非异可喻。这个法门，净宗信愿持名的法门，是如来无上之法。如来只有一个心愿，
度众生成佛道。啊，度众生成佛道的方法很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在所有法门当中，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最稳当的、最快速的，而且成就最高的，就是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不是容易遇到的。学佛的人多啊，几个人遇到？信净土的人多，几个人遇到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版本很多，几个人遇到这个善本？几个人遇到这部注解？啊，这个注解是集注，注解的集大成。就知道真是不容易啊。啊，接着又说明净宗是难行之法，虽有能说法者，能说于法，啊，能说法的人，其他的经典他能说，但于此超前利见之一尘远海，六字洪明的妙法也难开眼，令众生信。这法难哪？啊，净土教，这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不是亲身经历，这些话还未必能相信呢。真正是亲身经历呀！啊，我学佛学教，啊，前面三四十年学了很多的经论。啊，虽然老师教给我们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那是等于说在学校期间，可是离开老师之后，看到这么多的经论，越看越欢喜。啊，自己没有扎根呢。对，随着习气啊，还有外面同学请我讲这个经讲那个经啊，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要求我把楞严经再讲一遍把法华经再讲一遍，好不好？都是好事。但是那些经跟这个六字洪名念佛往生呢，意思不一样啊。那些经很好听啊，境界很高，不容易欺入啊。啊，听了得不到受用，这个经听了都得受用啊。
啊，所以我通通拒绝了。啊，我有时间就讲这部经，为什么？这部经帮助我往生极乐世界。我就这么一个目标，啊，就这么一个方向，不再改变了，不再动摇了。啊，我要是讲其他的经，人家对这个经济产生动摇，啊，会影响别人。我不讲，什么经都不讲了，就这一步，哎。大家觉得我们心定了啊，决定一门深入，就这一部经啊，故阿弥陀经中，十方如来称赞世尊于此娑婆无著我实，为诸众生摄施一切世间难行之法。佛说这部经，十方如来赞叹，用意在哪里？帮助听众啊，对世尊生起信心，就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今天法院专弘专修这部经典。诸佛如来赞叹，我们在经上看到，这世间人没人赞叹，还有扯后腿的，还有批判的，啊，这人很多啊，啊，我们的信心坚定，没有动摇，我们也不回谱。老老实实修自己的，啊，往生净土比什么都重要。啊，如其要跟别人去辩论，不如老实念阿弥陀佛。啊，辩论不能往生净土，念阿弥陀佛能往生。啊，不说那些废话。啊，说为诸众生呢，说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了。我们走的路子，释迦牟尼佛的道路。啊，十方如来皆为难说，正行此法也难开始。我们一生所经历的许许多多大经大论啊，最后统统放弃皈依净土，统统放弃皈无量寿经这一个汇集本啊，我说过了，全世界人都不相信，我相信。我为什么相信？我相信老师不骗我，我相信老师有真实智慧啊，老师一生的修行我看到了，他是真感啊，他是我们的榜样啊，我相信他，他也相信我，我不骗他，他也不骗我。啊，他把这个法门传授给我，我接受了。
我一定把这个法门发扬光大，报老师之恩。若此难遇难施之法，虽一遇一闻，但若不能深信，虽闻何益，终成故夫。怎样才能深信？不信有疑，是我们信的不深，了解的不够透彻。过去所学的那么多大经大论，不是没有用，起了作用。今天对这部经深信不疑，就是过去这些大经大论支持的。这个根扎得很厚。从这个基础上，我对这部经的认识、认知，对这部经的信心才生得起来。你们所说的大经大论，我都经历过。那么这个经呢，你们还没念过，你们念了也没用处。为什么？带着疑惑，带着批判这种念头来读这个经。你不解如来真实也，因为你不愿解如来真实也，你就愿解如来，你不愿。所以实在讲呢，你对这个经不明了。对这部经不明了，就是对五种原义本不明了。对五种原义本不明了，就是对净宗完全不明了。这是不难懂的道理，平常人都能想得到的。大经大论，我是下了功夫，所以我才认识这部经。大经大论的道理、方法，融归到无量寿经，信愿持名，决定提高品位，决定得生，决定提高品位，这是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没有白来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老师，对得起佛菩萨慈悲照顾。信能深信，这句话说得好，这四个字多么幸运你能深信。为什么能深信，你就会真发愿。真信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你对于净土往生最重要的条件你拿到了。那么你若肯念佛，念念想起，不再打妄想了。世间什么事丢得干干净净？
品味不断增高。啊，我干这个不干别的。啊，这实在是万劫千生稀有难逢的一时。啊，像彭济清居士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遇到了。啊，故应勤修坚持。这个法门，这部经典，怀疑的人多，批评的人多，史无前例。啊，在历史上，对佛经有怀疑的，有批评的，没有像这一次这么样的兴盛，这么多的人，时间这么长。那为什么？这就是佛讲的难行之法。这就是经上所讲的一难开始。啊，我们提倡这个法门，介绍这个法门，宣传这个法门，难呐，不是容易事情的。啊，遇到这么多障碍啊，佛都说了，如果没有，那佛讲的不灵了，佛讲的不兑现的。现在遇到这么障碍，还真是佛所说的，一点没说错。啊，佛在3000年前就知道的清清楚楚。啊，所以我们要实实在在知道，这是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要自己感到庆幸啊！啊，故应勤修，要坚持，坚持决定不动摇。啊，我就一部经修到底，这一部经通了，一切经全通了。啊，彭济清居士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那无量寿经听了，华严就通了。华严通了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全通了。啊，这个经是修学大乘的结晶。这个经是修学一切如来所说的一切经的无比方便法门的一通一切通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坚持啊，谁说都不能改变。坚持的程度要像观无量寿佛上品上生章里头所说的啊，无量寿经讲过，好像上品上生章我单独也讲过啊，那是释迦牟尼佛举比喻告诉我们：啊，你遇到阿罗汉了，阿罗汉圣人了。啊，他说他有个法门，超过这个方法。你相不相信？那这阿罗汉不得了啊，一定是真的。
啊，真正有坚定心求生极乐世界，不为所动。啊，那么再一个菩萨来跟你讲，比阿罗汉又高了。啊，还是如如不动。所以遇到佛来跟你说，也不动摇。最后啊，遇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告诉你，我还有个方法比这个还快还好。你怎么说呢？感谢阿弥陀佛，我就这个法门行了。啊，我已经修得很熟了，不想再改变了。真正坚持到底啊！阿弥陀佛来了，我也如如不动，我也就相信心愿持名。啊，决定不动摇。这叫坚持，常念不绝，但能心愿持名，莫不集结得到。啊，集结是非常快速啊，得到是成佛了。你看，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啊，阿惟越智菩萨就是中国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这个境界。他超越十法界，啊，他往生在十报庄严土，法身大士。啊，我们一生到极乐世界，就跟他平等。啊，极乐世界永远没有退转，天天不离开阿弥陀佛，又不爱你半别半事，就是妙了。啊，你到十方世界去帮助一些众生，化身去了，啊，分身去了，他有这个本事。你能分无量无边身，啊，你能化各种不同的身相，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化什么身，啊，有这个本事啊，所以无私不办呐，啊，供养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每一尊佛面前都有自己啊，在那边修供养修护法，听经闻法修慧，佛慧双修啊。啊，到极乐世界干什么？佛慧迅速的大圆满，这个本事，六种行神通，达到化身菩萨的境界，叫三明六通。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到极乐世界才真正知道弥陀恩德不可思议。啊，不是弥陀恩德，我们哪有这么快的速的成就？啊，全靠阿弥陀佛加持，这不能不知道。啊，下面的经文。如来所现，
一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了。啊，这四句，表真足而行。啊，普贤十大愿望之八，为常随佛学。常随佛学是立在第八，八九十这三愿都是属于回向啊。实际上，普贤菩萨的愿只有七个，前面七个是愿，后面三个是回向。常随佛学。这是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最后普界回向是回向实际。菩萨生生世世，一切处、一切时所修的无量功德，自己不要啊，都归这三方，这叫大圆满。佛度众生。不休息，不懈怠，永远精进不止，啊，我们回向给诸佛，向佛学习。佛没有自己，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众生。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实际，就是圆满的见性啊，回归常寂光啊！啊，这是真正究竟圆满。是故菩萨应随如来之所行而行也。我们今天完全随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行，我们就跟着行。啊，阿弥陀佛的心愿行就在四十八愿之中。啊，说的那么详细，说的那么清楚。啊，我们把四十八愿定作我们朝暮扩诵必读的经文，啊，早课我们念四十八愿，晚课我们念无量寿经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持戒念佛，啊，这一大篇经文里头，主要的是讲无戒十善，
说得很详细，很清楚。啊，善恶果报全都说了。夫极乐导师，弥陀之所行，便业其行，寻则所欲，皆得大愿。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是阿弥陀佛一心选择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真善美慧，总结称四十八愿，极乐世界就是四十八愿流现出来的。啊，所以阿弥陀佛就是集诸佛的大乘。啊，不是自己想象的，也不是老师教给他的。啊，老师叫他到处参学，取人之长，舍人之短，他依教奉行，用了五戒的时间啊，考察、参观、取长舍短，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四十八愿，所以这个世界成就了，一真庄严，超过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刹土啊都比不上他。这个理很简单，我们很容易懂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美好的，他统统具足；诸佛刹土里有欠缺的，他没有啊。像我们这个世界，三恶道、修罗罗刹，这都不好的。极乐世界，凡人统统没有，只有人天两道。啊，人天两道好可以去。啊，修罗罗刹、恶鬼、地狱、畜生都不要。啊，取长舍短了。啊，所以极乐世界是美好的世界。啊，住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为什么？不是为自己享受，是为给修行人有个最好的学习环境而做的。就他在那里建立个道场啊，这个道场是无比的功德庄严啊，弥陀在因地生生世世久远劫来累积的功德啊，加上他的五戒考察啊，
参学考察，设长取短，这么成就的。全为众生，没有一桩为自己。成就之后，在极乐世界教学，没有中断。极乐世界注重有来有去，我们有理由相信，来的人多，去的人少。为什么他不去呢？像我到极乐世界，我不会离开。为什么？感弥陀的恩德了，感恩戴德，我们不能离开呀。那在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实际上他方世界分身去了，本身留在极乐世界。帮助教化了，感恩阿弥陀佛的恩德了。我相信有我这个想法的人很多，不是我一个。离开的必定有特殊的因缘，没有特殊因缘不会离开。初学的太多太多，一切诸佛如来每一天介绍往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极乐世界是发心土，是发心身，发心土发心身是没有边际的，是那个世界多大没有边际，决定容纳得下。不会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人多了有拥挤的感觉，极乐世界没有，再多也没有拥挤。居住的环境平整广大，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在现在就要学阿弥陀佛，住真社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用什么方法？信愿持名，就做到了。夫世尊之所行，这是释迦牟尼佛。前面讲的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之所行呢，于真群蒙，会议真实之理。真是真就。是真迹。群蒙是一切六道众生，蒙是迷惑啊，愚痴啊，烦恼习气很重啊，会是给予。给他们真实的利益，他们真正能接受，真正能理解，能够做得到的，真正得到的，只有这个法门。
啊，因为信愿持名这三个条件，愚痴的人也行，他也能做到。啊，大家都晓得地贤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就是愚痴的人，从小没念过书，农村长大，靠苦力生活啊，所以就非常辛苦。干锅炉匠这个行业，跟讨饭的乞丐差不多，比乞丐稍微好一点。啊，什么都不懂。啊，跟地贤法师有缘，他们是同一个村庄长大的，小时候在一起玩伴，啊，这个关系跟兄弟关系一样。啊，地贤法师读过书，啊，认识字，以后出家学经教，能讲经。啊，所以受到人尊重供养。啊，他这个苦生活，苦了很多年，太苦了，受不了了。啊，找到地牢，看出家不错，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啊，不像他到处流浪，想出家。心非常坚决，地老说：“你怎么能出家？那个时候40多岁了，啊，你出家无汤功课学不会，你在寺庙里没人瞧得起，那讲经你不认识字，现在学来不及了，这怎么办？”啊，反正他那个心是决心下定了。决定不改了，非出家不可。这个难题，老和尚也想了很久，没法子。最后告诉他：“那你出家的时候，我都有个条件给你，就是无论什么条件，我都接受。”他说：“好吧，你一定听话，没问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什么。”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啊，告诉他，你一心念下去，将来准有好处。他老实，也不问什么好处不好处，反正你叫我念，我就老实念。啊，你看念了3年，日至时至，站着往生。下愚之人呢，都能成就啊！啊，如来都能把真实的利益给他。世尊之所行啊，真的这个方法，度尽一切众生。啊，问题就是你相信。啊，那我们知道，锅炉匠的信心坚定，没有第二个妄念。
啊，师父叫他干什么？那就圣旨，不折不扣，他一定做到，就成就了。啊，这是我们要记住的，我们应该学习。我们无论哪一方面条件，都比他优越太多。啊，但是他那个老实、听话、真干，我们不如他。他具足这三个条件，所以他成就了。成就是无比殊胜。啊，我们今天缺少他的那种优越条件。我们搞了多少年不如他，往生没把握。啊，所以我们要回头，我们要学老师，要学听话，听师尊的话，听阿弥陀佛的话，这一本经本课注里头所说的，我们都要听，都要接受，依教奉行。啊，希望我们自己成就，不在锅炉匠之下。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